想说开开心心来吃个咸酥鸡，结果什么意思？我还以为是莲藕嘞！哈、哦，想说开开心心来吃个咸酥鸡，结果什么意思？我还以为是莲藕嘞！哈、哦。每天一回家就把便当盒扔在地上，请问是小学生吗？气死我了！我今天就让你吃发育育饭团，哈！煮一锅失败的饭，捏泥巴。小学生才一回家把东西软扔。嗯，烤鸡早上整理，便包进去。这里是今天的金黄酥脆，我的早餐完成，来看看。满满浓浓的起司，再放一份泡菜，迫不及待来吃一口，哇，好烫，嗯，好好吃哦，小高的老公吃饭喽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老婆，嗯，好酸。